那边有一间很有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馆。然后我们就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企划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就是你现在去站在路中间，然后都不要动，看会不会有人跟你拍照，对吧？你就比个爱心，就找个地方然后比爱心啊。你的脸有点油，你可能脸要吸一下油，所以我就坐在那椅子偷拍你，然后看会不会有人给你拍照。我觉得会有，你觉得会有吗？看着那个逃生出口那个灯，然后摆出笑容，一手插着，然后没有，你要比爱心啊，你要看远方，要比爱心的。下打脸，他们说这是真的假的？开始看，转回来，然后近看，哎，捏了一下。没有，我们在看会不会有人以为是真的。他们都不会觉得说很奇怪吗？为什么这个人穿这样，然后下面配一个球鞋，很奇怪的蜡像人呢、欸？有人准备要上钩了。然后比爱心，不是，你都不觉得这个人不认识吗？没有，这是谁？是，那个明星没有扛棒。哦，好笑哦，他都没扛棒，很本土哎。好了好了，蜡像人不容易耶。好玩吗？很可爱。好了好了，不玩了不玩了。